怎么煮青菜？青菜每个人都会煮，但是我煮出来青菜有六色，有六青六色，还有圆的，就是你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时间很重要。那现在的菜呢有农药，我因为家里吃很多菜，所以我呢就还蛮小心的啊，包括的水啊。不管啲水咧，咁我将啲菜咧，我比较咁样比较放心啦，啊放下去，啊放下去，因为我要过一过嗰啲农药啊，农药比较重要啊，怕，因为我前面吃很多菜嘛，我怕吃的农药太多不好嘛，对身体啊，所以我就首先啊看你什么菜啦，如果一般来说咧，菜心啊、芥蓝啊，我都是卤的啦，咁啊，卤一下，很快速度，不用煮得很厉害，因为你过下水，将好像将嗰啲农药拿走就算噶啦，就是这样放下去，然后咧记住我要放下去不用太过久啊，你大概变成好像它好像过了嗰条菜咧，好像过下水这样咁简单啦，咁立刻咁捞上嚟，咁捞上另一个包，所以我家里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咯，方便我自己做东西嘛，一个人没办法啦，女佣也信我，什么都信我，妈妈也信我，没有办法啦，为了省钱。什么方法都要想的了那么将所有的菜拿过来先，很简单，拿过啲菜过来，让所有菜拿过来。为什么要这个方法呢？其实你用唔用就都可以，不过我煮菜来说，一般来说我就喜欢这样啦，就比较安全啦。而家啲菜很多农药比较多农药，我有点怕怕嘛咁然后呢，我就将它放地上先，放到先，然后呢，我将个包又拿走了，暂时放这边先，我没有地方放，OK，放在这边了，然后呢，我都说过给你们听啊，看你紧急的，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个炉个盖很难嚼，要它的盖。走崛起了，你看，有的时候两期、三次，如果你做得好的，一期就 OK 了。咁啊，然后呢，将我刚才卤好菜嗰种包嘅，啲水呢尽量拿走，因为怕它农药嚟嘅，怕它系农药嚟嘅，咁啊尽量拿走，没关系，咁啊也好啦，我就撒点油啦。我撒点油了，OK，撒点油，你分量多少随便你，只不过我的菜蛮多，比较多一点点，OK，拿着，OK，因为我有快没办法，然后呢，它煮呢，为什么要煮？其实那个煮个菜的方法呢，还跟它其他。它听起来很简单，其实还一点都不简单。就是简单，就是它的方法。为什么？它的方法跟别的方法还不一样的。我将你菜过好个水，然后放那边，放点油了，然后留得它焖一下先。咁啊，我想增强它的温度，咁啊，放一个盖先，增强它的温度，放一个盖先。然后呢，给它煮到大概差不多了，煮到它差不多了，OK。那个准备等一下我放下去，那个准备那个盖等一下我会放下去。也煮到它差不多，里面滚了，有一点点滚了，OK。咁然后呢，我就点一下它，为什么要点一下？因为个底比较烧的。这煮出来的菜呢，跟你们炒的也没有什么分，没有什么分别。为什么？看你，
会不会觉得哎呀不一样呢？根本很难说。如果以我们家人来说呢，一般吃那种菜呢，就是这样煮给他们吃，他们好喜欢吃。为什么？他煮出来呢，如果你时间控制得很好的，它很青色很溜色的，不会黄黄的。根本我煮的它啊，其实你该等它很快滚，不用浪费你们时间。为什么？我都预好我有多少时间，所以我就敢拍给你们，不会浪费你们很久很久啊。那么觉得它有点滚了，我叫它翻一下，因为个底呢比较硬。为什么我用个包呢？个包呢比较不会，我们什么说健康嘛，用个锅来炒它，有很多油烟啊，还有炒起来呢好像那些，我觉得那个方法是又可以好吃又可以保持它的溜色。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方法？就是用个包这么简单最后一下大概我弄的菜呢弄到大概78%。78%呢，如果你的要求呢，如果你菜呢想更加比较软的，当然会黄一点点。如果你菜呢你弄得适合你们的口感的吃起来呢比较我可以接受个太软的度数了。因为每个人吃个菜的度数不一样的，所以我不敢说你有多少时间多少时间，因为有的菜还是不同的时间。如果我家人吃哪种菜的程度呢，我也控制得很好放下去。为什么？没办法，因为每一种菜有每一种的分别。因为那种是菜心啦、白菜啦，为什么我剪得很长呢？因为它是一种维他命来的。如果你剪得短短呢，那维他命好像流失在水里面。所以我就用这个方法那菜呢我觉得差不多有78%，真的OK 可以了那么有78%呢，其实还可以。咁啊，现在不可以切。咁啊，然后呢，我就对里面啦，里面就放多个盖啦。就是咁简单。OK， 咁我关起来了，关。其实我不用关了，我等一下煮别的东西。OK， 咁啊，我就放那边，大概5分钟、3分钟，你听我啦，哈。3分钟、5分钟就可以啦。然后呢，我就要煮一个叫做米粉啦，我怎么做米粉呢？就是用那个锅咁简单那个锅我放呢度先，放呢度先然后呢，我将放呢度，然后我刚才将啲米粉呢浸好了啦。其实我们什么都说卫生干净的，没办法啦。今日浸好啲米粉啦。为什么我教你们煮米粉呢？因为我煮过米粉，我的朋友跟女儿说很好吃的米粉，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米粉哦。所以我听起来很高兴，所以我也推荐你跟你们说一下比较好啦哈。因为我们的米粉呢经过加工可能也不够安全呢浸的米粉也是很好嘛，也可以重新将米粉煮过。如果你要来减肥减肥的真的一流为什么？因为它的营养的糖分，当它怎么说，当它弄的过程的时候，用米粉弄米粉的时候，它已经将糖分消失了。如果你减肥的，你说我提议你们吃米粉最好的了咁我捏干啲米粉，啲米粉浸好啦，捏干了 OK， 倒水，倒几多水啦就刚刚浸过啲米粉就 OK 啦，浸过啲米粉 OK 啦。为什么？因为我拿得很好。如果你这样煮出个米粉呢，当你不要一锅水，当你是干嘅，好像炒过来又可以，切四个也可以。咁还有过唔过？差不多过啦 ，OK， 不用太多水，太多水好似嘴里面游泳，不可以，就刚刚好就 OK 啦咁然后呢然后包了然后就包了包的差不多某一个时间了。我旁边那头不可以等了哈，不可以等了嘛，对不对？接哪一个？接另外一个了好吗？